在耶稣来平安，看到大家，看到你就好。这句话我相信咱礼拜中真侪人会讲这句话哈。即时牧师要甲咱大家来分享今日的这个信息。我讲到分享的时阵，我知影咱礼拜堂吼，我建筑来主题就是今年的主题哈，就是对来教我的信仰。对来教我的信仰，这是圣经一路来强调的教导。每一个信主的人，明白主听的人，就会从你的名对咱来临解挂出来。那是要将这个名、这个信仰，将伊的来临来挂出来，不像属灵的操练是未通无的。这个属灵的操练是咩呢？就是信口。甲顺行，这两项是绝对令咱行走这条人生、信主这条生命的道路上，道路上，咱未通无的。信靠甲顺行，也有人叫做顺服，啊，咱知道一段是叫顺行，吼、哦，信靠甲顺行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有这个信靠，还佫要顺行呢？因为有信靠的心真好，但是佫袂够，佫爱有信，还佫爱有这个顺服。因为这个就是真像咱的面，有倒面也有正面，啊，倒面甲正面这两面是袂通分的，真像你甲我的顺服一款。有求心也叫求服，这两项是袂通无的。所以就是讲，咱行走这条路的时阵，主的心是希望咱要信靠伊。啊，要顺从伊，但是有信靠，也有顺从这两个心，啊，佫要安怎呢？啊，着要受考验啊，啊，着要受考验，你知影？可能有人在问牧师一个问题，讲啊，牧师啊，既然你讲了有信靠，有顺从，啊，佫袂够啊，啊，佫要受考验，因为安怎？每一人都有顺靠的心，信靠的心，顺从的心。不过程度或者叫程度，唔系够高咯。哦，信心嘛是同款，信就信啊，但是你信，你个限度够多深咧？啊，所以原来信心，这个信靠甲这个信靠，啊，就要受到考验。因为受考验了后，检验考验了后，你甲我该知影，知影好我的信心。我的顺行到多一个限度，就要去努力，你去追求。咱的生命到长大，到变将，咱的生命上帝赐落的生命，对来甲伊挖出来，伊讲对。所以今日我要甲大家来分享一个见证，哦，就是圣经内面有讲到一个妇人伊的见证。啊，不过头先咱有读这个经文，哈、啊，这个圣经，大家大家啊。会记的，你写落来，啊，等出来去讲，啊，我袂甲伊读出来，不过我会将伊的意思大概用我的话，啊，讲出给大家听。规篇的道理，规篇的道理，听到尾你就知影，啊，这个妇人到底是什么代志？伊有啥物见证，互人看到，看到我这个信靠，啊，这个顺从，到底是安怎看，要要受这个考验，吼、哦。这个经文是讲到记载在这个记录在这个马可福音，马可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到三十节，哈、啊，真贵气哈，啊，你是三重，啊，你唔通去买起来，我就是帮助你较贵气，啊，你唔通甲我讲去买哈，啊，你买是你哎，这点哈。这个故事就是讲到有一日耶稣伊来到一个外邦人的所在，就是伫这个以色列人徛的所在以外，这个城外。伊来到这个所在时阵，伊就心想讲要安静落来，无怕算，有人要来调查。啊，圣经也无甲人讲，
啊，讲伊安怎变，安静落来，也无甲咱解释到。但是可能啦，我咧想是讲，可能主耶稣有一个重担，要甲天父来交担。但是圣经甲人讲，当耶稣伊的心愿就是无拍算，无人调查，偏偏有一位妇人，这个妇人伊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拍落地。耶稣的面前，请看下一张图啦。我无将伊经文来真侪写落来，我伫另外厝讲互恁大家听，恁一听就明白。即、這个妇人伊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阵，因为听见耶稣过去捌做嘅代志，捌讲嘅话，所以听见耶稣经过伊嘅所在时阵，伊来到耶稣的面前就拍落来，把伊个辅助拍落来吼，伊拍落来耶稣的脚前来求耶稣。讲什么呢？对耶稣讲，耶稣，我的查某囝，因为魔鬼附着啊，附身吼，魔鬼附着啊，即时我求你来去拯救我的查某囝，逃放伊啊，无伊即个鬼会使离开我查某囝身边。嗯，伊拍地耶稣的时候，拍地耶稣的面头前吼，各位兄弟姊妹，若讲咱无读伊的话。我对当时的社会的这个的看法，会甲你讲，可能咱袂明白。这个作者马可特别咧将这个外邦人的妇人，甲伊查某囝的故事讲出来。你知唔？其实这个诶，这个犹太人也好，唔是犹太人好，就是外邦人也好。第二，咱的世界；第二，咱的社会；第二，咱的这个价值观。价值观吼，甲伫观念内面吼，查某就是即个妇人吼，女性甲查某囝，家己做下是无地位，伫社会来讲是无身份、无地位，就是讲无权力。所以想看卖，即位妇人啊，圣经无甲咱讲到底有受过，伊无介绍个先生出来，所以咱也无会。袂用讲伊是一个守寡的查某人哈，或者是妇人哈，啊，但是伊是一个妇人，啊，佫无畏寒心的，毋是细，即个细汉的，毋是查甫，也是查某囝，所以话你互当时的人来看，就是讲无人会去插管你，无论你大声喊，就是无人会去理，安怎呢？因为即、這个。妇人在这个社会，在当时的社会是让人看不起，而且无鬼话心的，不是查某囝，你若查某囝，无你好过帮助你，你是一个包查某囝，所以在当时来讲，咱会去感受到，会去了解到，这个人，这个妇女吼，妇女，伊人面对的问题，唔敢那是受到当时社会的看起，但是伊人咧求人帮助时阵。是实在是真正袂简单，实在是真难考。所以伊听到一个机会讲耶稣经过这个所在，伊也听见讲耶稣做过的代志，讲过的话，所以把握住这个机会，伊就较紧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这种祷告伊就拍过来。这个动作大家也明白，这个是叫做。恳求吼，内心比较需要，我恳求我规身给你拍落来，也是代表一个谦卑，对不对？甚至也代表讲，这个妇女，这个妇人，伊知影伊身份，伊在这个社会是无身份、无地位的，所以伊拍落来有这个含义，会知影家己在人的这个人中吼，是一个安怎看的人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将心比心，你甲我也是真侪人的父母，甚至从顶看落来，真侪是阿公，毋是阿公，也就是阿嬷，对。人心比人心啦，无论你的查某、你的兄弟，还是你的孙仔，有病的时阵，而且是无鬼扶着的时阵，你的心是真正迫切，迫切，真正迫切。希望讲啥物？看到讲我跪落的时阵，我拍落的时阵，我希望听到是啥物？耶稣讲：“哎，你去啊，你去啊，来，带我去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恁大家心是不是安怎想？我是安怎想嘛？
我是讲，若讲我是你一个，你一天是你的牛人来讲，我会安怎想讲？耶稣，我安尼要甲你求，安尼要心甲你拍落来时阵，我希望耶稣你甲我讲你的一句，希望讲什么？温顺，即时的温顺，马上，对不对？来徛起来，你，伫倒落，坐下去，是怎讲？那天下父母亲哦，将心比心，那希望讲，这个妇女，这个妇女，伊安尼看就扛来，一定有耶稣的温顺，即时的温顺，马上讲，来呀，来去，来坐下去，伫倒落。你住得好，你下子都希望是安尼吼，但是真侪摆万万的想袂到，真侪摆的咱想法是真是真是这样哩吼，咱想法是这样哩，但是伫实在是实现实的社会，现实的生活当中，真侪摆咱想的甲看到是无同款啦。真侪摆是真无同款，咱做安尼看哩，各位兄弟。伊袂用你看下一张，慢慢就想袂到，这位妇人这么的谦卑，这么的拍过来，我跪啊拍过来讲，主啊求你来帮助我，我的查某囝无跪无跳，请你头下拯救伊。希望讲这位耶稣伸手来搭下手，但是慢慢的想袂到。耶稣的话也是这样吼，耶稣讲什么，就对这个妇人讲了：牛羹里先吃饱，唔通摕羹里的饼结果到吃。各位兄弟，这个囡仔是你是你自己的这个妇人吼，你听得出耶稣在讲什么话无？耶稣的眼中是什么？这位妇人是人还是狗？人还是狗？是狗啦！伊表示讲你是狗，各位兄弟姊妹啊，各位兄弟姊妹，慢慢的想袂到，因为这位妇人吼，伊过去听的是听见这个耶稣是真正慈爱，是真正仁慈的，有求必应。但是这种发生的徛在我面前的这位耶稣，不是我所听的啦。终于讲，伊讲无退路到这。袂使去落到遮，啊！看我彼此是狗，那我唔，我就是你，你会安怎啊？马上徛，还是是我？我马上徛起来，我来讲，买咯，来斗什么吼？你看嘛，咱是土人，买咯，结斗啊！但是我相信，将心比心啊，当时这位。有人吼，对我捌甲伊想，我毋知影，我当时啊，我看到我甲问者吼，啊我甲打电话来，啊你，我毋知伊心安怎想啊，但是对我来讲吼，无论你是男我是查某，你心内就受伤啦。我咧痛苦，你卖甲我卖咯，叫我行就好咯，啊你搁甲我讲一句话，风凉话，毋只是风凉话，是真正伤人。我卖提囝儿的囝，啊，结果到遮，死人会知影，也好讲一句话，是真正伤人的事。我讲我甲听落来，甲讲落来，甲解落来，这位耶稣在这个这妇人的中间，甲伊过去所听的所了解的无同款啦，因为伊希望耶稣即时就看。但是慢慢的时间到，耶稣是这样呢的回答。另外咧猜测是伊的烦恼，伊受气这个妇人，但是圣经讲都唔是的，唔是哦。这位妇人当伊听见耶稣讲卖提囝儿的饼，结果到遮，伊唔敢若无受气，徛起来就像我同我之前讲，买落来啦。你好会做什么啊？但是讲不会吼。啊，你好会做什么？我下下一摆唔爱吃，我讲奶奶是蛮好啊。但是公司咧，你看咧，第十篇文伊讲什么？伊意念果是无变，无改变伊意念，伊果是相信，
伊过去听的这个耶稣是临时的，是神，是临时的，所以伊才变的。所以伊对耶稣讲过一句话，伊讲：“是啊，主啊，不错，你讲不错。无人做一个父母会去摕一个囝食的饼来去互教食，你讲是不错。但是教育食到对到底落落来的嘴唇啊，外语叫嘴渣啊，即道叫嘴唇啊，就是啊，咱平常平常普通话叫饼嘴啦吼，啊饼嘴咱听就知，饼嘴因为细汉会食，也当不是教老朋友，啊不是阿公阿妈会知呀，爸母拢会知呀，啊不是细汉食的时候啊，从一吃到规毛啊，唔是遐啦，教老啊，教老安尼啊，所以伊讲是啊，你讲得不错。但是到也会等领导配合的迄个做他，等这个细汉的食了，伊会变大老的时候，伊嘛摕来吃。这位妇女呐，伊唔敢啊，袂甲你受，甲你受委屈，真痛苦，伊袂得。伊非得是讲真正坚定讲，这位耶稣，伊是咧考验我，是咧考验我，真是有真心真意的信服伊，顺他的心。有信托无够，有顺行都无够，可以看伊到什么程度。原来这个看法跟平常人的看法无同款。对你甲我来讲，我头有听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个妇女啊，或者叫做妇女又妇女啊，啊不叫妇人啊，妇女，伊无安尼款个想法。反正伊真正坚持，坚定的相信，伊所听耶稣，到即阵徛伫我面前，即位耶稣是同款，是危险，是危险，是满有阻碍，所以伊一定头伊回答耶稣，是你讲了不错，不过到底会等得到，你听候细汉的食，家老的饼水也摕来食。无去呀！无管我伫人的面前，有人看到偌衰，看到偌袂起，这唔重要。重要是主啊，我需要你的恩典。主啊，我真需要你的拯救。即阵我问题大到我无变大了，问题这个头版比何人看会起，看袂起，袂重要。这是做父母心。一款的心态，对不对？就是我的囝，即阵面对偌大面对，我本来去求啊，我本来去讨啊，未来的问题不是为我出的，伊把伊好的将来，并且这个虽然是查某囝细汉的，但是伊的前途我是真长，你知无？前面的路我是真长来去行的，希望伊健康，既然希望伊就伊是一个自由的人，唔过是真像即阵。是乎这个贵华心的道理，对不对？未重要，我认为重要。安怎来做了，我袂介意。但是我按希望恁厝内有点，除了你以外，无别人啦。你真有爱，伸手你的双手来。所以各位兄弟姊妹，咱呢，安怎咱能诶这个信徒，甲这个顺从的心，你信徒。因为你无受过这个考验，你若唔知你信心到什么程度，你的信心到什么境界，一只狗呢，一只狗病，那我要知影伊四只脚有偌重，会担偌，会耐偌重的物件，我就去放咯。那讲我来这个钢琴来放伊去，伊也袂打硬，伊只有一只脚来得治，啊，这是体验袂治啦，会弯啊嘛。是不是？就是讲，面对考验的时阵，面对压力的时阵，面对困难挑战的时阵，每一个人看到咱家己，各有一个所在，各有一个成长，咱个囡仔。我相信坐咱这道的兄弟姊妹各位，阿姐，咱来听啊。每一个人虽然客声来到呢，但是有一款方面是，咱个囡仔不是非常多，是不是？卖讲别项。咱讲人行的时阵，
看，当你看无，看你当，看你是无个物件，哇！你个心会大汉了，你当到出来，困到明日起来，都是属于你个代志，未将大无变严重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所以每一人卖讲，你讲你个火车坐到坐到七七八十，啊，你就是一个正人嘛，死是正人，正人，你两成人就正人 ，sorry 哦，啊，成人，我是对话不反应。啊，大人啦，大汉的人，大人对。啊，但是有当时咱的这个心吼，某一方面一旦变啊，真正脆弱，当变脆弱，真正脆弱。唔知你是不是我讲，是就是讲咱需要主啦。但是这位妈妈，这位做来的对阿母亲的这位妇女，并不是因为袂安尼讲的话，要有一定坚定。你对耶稣讲是啊，你讲了无啥，无不错啊。我也是会等教我自己食这个对落地加落地饼子，因为耶稣讲一句话就会到。这个妇人伊个伊就好好严实看到伊个心思，所以咱来问一个问题：到底耶稣伊讲一句话是要侮辱伊，是要让这个查某？知难而退是无？知难而退嘛？知难而退，会知影讲，哎呀，你讲，互你去太痛苦啦，还是讲会搁较痛苦咧？已经到查某囝无几百条了，无几心了，是真痛苦哦。啊，即阵你讲笑话，咪搁较别无啊搁痛苦，是毋是咧？但是，伫伊个心中，伫即个妇人个心中，伊个平时。你讲的不是啊，各位兄弟姊妹，安怎伊这一步一步会走起来呢？是何伊更加坚强？各位兄弟姊妹，所以在这个妇女的心腹底，有咱看到，咱就可以用正面、正面、乐观、乐观来看化解咱生活顶所面对难难事。为难我是艰苦，为难是我是对的。但是就是要好，要锻炼啊，要磨练啊，搁较紧，搁较难。所以这个啊，叫做古人这个故事，有人话着讲，咱家己到底咱辛苦做，有啦，你人讲信心，我嘛有信心；人讲顺畅，我嘛有顺畅。不过我顺畅到什么程度？所以各位兄弟姊妹，信靠甲这个神探也要信靠伊，因为看到对这个妇人有人看到，因为信心经过考验了后，搁较强，是不是啊？搁较强，并且是咧，并且奇妙的事，就第十随后发生。因为话过我一摆吼，因信心经过考验，哦更加强，而且。奇妙的事也随着发生，奇妙的代志，心亮心正，互你看到。什么呢？读书你讲什么呢？你看下部，这两十个经文，这两十个经文是什么呢？这两十个经文是互人看到讲，这个啊耶稣，因为这个妇人这么会大处的，就对伊讲，因为处的。你对，当伊讲这句话时阵，伊甲伊讲，鬼已经离开你个查某囝个身躯了。三十集，这个妇人无提刀，啊，你无带我去，你就讲我个鬼就离开我个查某，无，伊也是相信。你看伊个相信是到一个坎点，一个坎点是人无变想会到个，伊就安尼徛起来，可能讲感谢啦，吼，感谢感谢，很久啊，我头就转，伊转转。但是三十在讲，你转到厝的时阵，你看到伊的细汉呢？过在面前得的时阵，应该是被人抱起了啦，哈、啊！鬼已经出去了，可能门一开，伊查某囝阿妈转来了，可能在看啦，才是是啊，才开始安尼啦，就是安尼。所以看到什么？看到讲这个耶稣是一个人性，所以。跟咱信心坚固可言，有缘坚定坚强，奇妙的事
随后发生。伊看到查某囝真个得着头牌，为啊，毋知啥物时阵离开，但是就咱即边仔咧，咱今日咧看，第二十九集时阵，跟阿叔讲，就即句话，你转起来，为伊便离开，变查某囝的身躯底，就是迄个时阵，伊叫伊转的时阵，即、這个有闽南徛伊的时阵，其实鬼已经离开伊的细汉。第二个奇妙的事，是拢做的各位做袂到。只有耶稣，伊让你去到，去到你厝内面，这个话冲破时空，伊的能力啊，伊的能力啊，伊能力大到一个庞大，肯定来教伊教，伊敢讲讲伊教就教啦。你看咱信的主，各位兄弟姊妹，咱信的这位主是无得去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希望阮各位兄弟姊妹，真诶伫咱人生中间，常常会拄到真正困难中、困境、困境啊、困境、困境中间，我拄到坎坷。所以咱华语有句话叫做“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”，对不对？这个代志我未解决，另外一代志来了，所以有句话就是讲“祸不单行”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是真正，咱话要叫倒霉，然后变到真衰啊，真衰啊，真啊！唔知影大家，我相信大家，迄声也比我较大吼，我相信恁也捌拄着。在坎坷的时阵，代志我未解决时阵，新的代志我来了，这个坎坷未补，会注定破坎。你了解无？代志真衰啊！所以，这个是有当时我对。心内咧，咱年幼的、年长的有缘吼，甲恁敬一个礼吼，跟恁敬礼吼。因为古早人到时阵的人吼，尤其我阿妈、我阿妈的这个血性，居然真的是唔是简单挂起来，真艰苦。你知影？我会记我阿妈讲，以前我是我人啊，过去的人较侪是。家庭家境贫苦吼，会较松掉吼。本人是徛在伊阿达厝。有早我细汉的时阵，我父母阿都较出世，无到两岁吼，徛在即个河水山。你知影河水山一九六零年大火吼，着火烧啊！我是徛在伊兜嘛，徛在伊兜。啊，另外讲到个记忆，你听，我的老母吼，伊讲逐年啊，着要拖三十万的厝面啊。什么厝面？就是古早的人吼。因为啊，无家己，甲真像真规日政府厝安尼吼，啊，就算一房一厅，你过一个嘛，一个会用对不对？水龙头啊，过一个洗手的啦，过一个长期经过去长水，过去唔是咧是，真侪人讲共用吼，共享吼，共用一个水头，一个会用，对唔？哦，唔该，即头人有徛到三处。安尼吼，你若要涨水的时阵吼，无落去到涨，啊唔咧，你有一条水管吼，你条水管长长下去拖开到接了啊，你一个红，啊，咱有早你知影，讲起落可能年长的人会知影，有一个红吼，啊，不是已经暗红，啊，暗红啊，你会知影，你暗红就该放红。啊，我老爸伊是常常去做工，做轮工。啊，暗暝十一二点转来，十一二点转来，规身就软软。啊，哎，他不时就是我阿妈照顾的啦，知影伊人好，就是甲伊还袂转来时阵，伊就接着转去三万八，诶，这个水管吼，这个水管吼，落落洗你的水吼，用真艰苦嘞，有诶真歹死嘞，有诶吼，三十八你看伊个路线咯，远诶，有诶条件要跋掉，哇，无水够走样。所以伊讲就是安尼，我讲我拢过来，你的老爸甲我就是拢过来。啊，有一摆，啊，读书都是好一点。当我咧挂大病的时阵吼，按照我的病咧，因为咱袂晓，有早咱细汉的时阵，迄、那个六十年代的时阵，甲中间进前无相吼，我毋是拍我一摆进前较差，迄摆进前真香的咧。啊，我不时看到我阿妈吼值班的时阵吼，本来是。罗青青，哎，青青，还那么正呀！啊，真好正嘞！到青青哪样在？老人发
椒，你一个糜吼，你放上青菜，全全哇，真香的，你知无？糜菜了，要食，哇！啊，我就用迄个上青吼，也就是食好哩，啊哇，老母咧洗菜，我规班来了。你知影无？我倒落到地真咸哦，啊，咱细汉嘛，你知影六岁了嘛，然后啊，两公出声真咸，两年后我开始坐起来，哇，有气有声。这个当兵是真危险了的，规个兵正了，他手正了，规人发烧啦。袂啊，这是我的老母讲我听，我哪会晓你知？讲我听。等我老母在康复的时阵，假使我老母在这个中下路，低头听听听听听，听到这个马高桥，你才是马高桥咯啊，阿伯伯。去到去到一个老朋友，上好的朋友，伊是开吉爱店，咱有在开吉爱店啊，头几年嘛。还借十块啊！有在还是真大，你猜唔是今日就十块哦？还借十块，该讲该叫边下呢吼？我我去入去，该看无看，啊！我先讲等未来，即阵我袂啊工钱吼，你先入十块吧。哇！伊讲啊，真像他说的那样，买光买啦吼！伊就是伊那两点，即阵我老婆讲偌侪话听袂到，那样能做伊做伊物件。我老母真热心咯，要把头惊，哎呦，把头一惊咧就笑死，哎呦，该算个啦，该算个啦，来来来，这十块廿币，哎，你太搞了，你小气啦，该算个啊，哇，该算啊，你当时你也算个，哦，所以有当时无屁袂疼，才屁疼个啦，吼，该算个啦，咱小气，还佫讲我老母小气，我袂认真啊。这是我要我要看，我讲这代志从咱咧看好时阵，有啥物拄着安尼款个代志，真个是吞袂落，你知影？啊，我这是其中个生活顶其中一项，我相信你可能恁弟弟比我讲个搁较侪。不过这个就是一个考验，考验代志。就算你即阵活到这个年，这个年纪，你无啥担当，无需要有这些家庭，但是这个人生个中间，有还是有考验。特别是咱这个底声啊，我甲你讲台吼，甲你讲台讲这个底声。特别是这个底声，不是走深，不是走浅，对不对？啊，搁一摆较少啊，哇，少就是哇，真难过，我的心要扫出来嘛。什么幼教也好，对不对？面对这种，你甲听伊讲，你甲讲一摆，伊搁会听伊讲。第二摆伊会搁甲你讲，哎呀，是啦吼，加油啦，他们啊，第三摆想着，哎呀，莫乱讲啊。伊骂我，伊憋气了啊！迄个人讲，我家己骂我也无做，你知无？啊，你常常讲啊，我好憋气。啊，你笑是啥意思？讲你也是拄着咯。但是各位兄弟姊妹，这就是一个考验。一个考验讲，可能搁较坚强吼。所以倒转来，讲倒转来，这个英文可能看到，原来信心经过考验之后搁较强。并且，咱是天主，即位人性的主，即位满有仁爱的主，伊定必帮助咱。医疗代志就发生，所以伊查某囝好咯。所以结论啊，牧师讲到即道特别结论哈，结论是啥物呢？就是讲第一个家人，即个妇女吼，即个妇女，伊的故事是要互阮明白。有当时主耶稣会照着。咱咧踮伫即个土地中间来无念，咱有信心。正像即个大青田荒芜中间，有缘见地遐哩，完成咱搁较有信靠甲即个信服的心，目的是互咱有即个快乐，继续给咱无出的志中间。就是咱即阵讲有出个字啊，毋知偌少，我毋知啊，台湾少少啊。但是有出个字，把握这个字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，愿上帝赐阮赐福每一位。我将时间交予啊，主上。